们在干什么呀？这里有柴犬宝宝，这里在挖宝藏吗？今天白天有点下雨，现在雨停了，然后他们就出来玩泥。我们爹地在那边干活，捡点石头，清理葡萄园。现在葡萄园清理的差不多了，很多石头和树枝已经剪掉了。你饿了啊？你看姐姐和爹地在那儿干农活呢，你在这吃。不要掉了啊！妈妈，哎，我也想吃树莓酥耶。只有一个了 ，sorry。那让妹妹留一半给你好不好？你别掉了，快点，快吃了，姐姐也要吃。再咬两口给姐姐吃。爸，姐姐吃点火，姐姐掰一点点。掰下来啊，没关系，你先咬吧，没关系，你先吃吧，吃一半的一半给姐姐好吗？妈妈，她吃了。哇哦 ，Good job！